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大德，大众请放掌。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始终心要经说第五堂，大家拿到的讲义是第四份讲义哦。没错，因为我们第二堂跟第三堂用的是同一份讲义，好，所以讲义数跟堂数是号码是不一样。那我们上一周提到一念三千，还有记得吧？一念三千，三千我们有做数学，有算了一下，十乘以十，乘以三十，对，十乘以十，再乘以十，再乘以三。上一份讲义有带来吗？有。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份讲义，那所以一心具十法界，那一个法界又具足十法界。那我们上次有提过，虽然一法界具足十法界，实际上它是可以一直相成，所以等于是无量法界。那我们简单用三千来讲，所以一念三千，所以一心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又具足十法界，那每一个法界又具有十如是。上次讲十如是应该大概知道哦，之后我们有因缘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提多一点。那现在前面就是五堂课是一个铺陈，那感觉好像很久还没进入正文，但是我们把基础打稳了，后面师父在讲正文的时候就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再来，那乘以三世间，所以一念有三千世间，三千性相，我们上次有提过。好，那所以这边呢，我们提到一心具足十法界，上次师父有提到说，我们人的心可能有时候是现佛法界，有时候现菩萨法界，那有人说平常都现修罗法界比较多，表示我们贪嗔痴慢疑里面嗔是很容易就火就烧起来，所以我们嗔火烧起来的时候记得要提醒自己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。那我们你看，我们要是生气骂人家一句话，人家会把你骂他这一句话记一辈子，可是你要是跟他说一句好话，他可能高兴两三天他就忘了，忘记你曾经称赞他。但是这种伤人的话就是记得很牢。好，所以要记得啊，以前师父看过一个小故事，他说要把烦恼写在沙滩上，把烦恼写在沙滩上，因为这个水一冲过来这烦恼就不见了，所以要把烦恼写在沙滩上，把烦恼写在空中。你如果把烦恼写在空中，你再怎么写，那个字可以成型吗？没办法成型。可是我们要把那个小故事说，把烦恼写在沙滩上，把感恩要刻在石头上。所以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找一颗石头来刻，但是这个感恩心是什么？永远放在这个心底啊，最深的感恩之情放在心底。放在心底不是让它沉下去都找不到，而是让它永永远远的存在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修行常要知恩感恩报恩，这是第一堂课师父就提过的。好，那一心具十法界，我们平常就检视自己，我的心我到底现在是在属于哪一个法界，我在听法的时候我的心是在哪一个法界。想一下哦，我在上课听法的时候，我的心是跟二圣法界相应，还是跟佛法界相应，还是跟菩萨法界相应，还是我边听法边昏沉？那我跟哪一个法界相应？那我边听法边在比较这个法师跟哪一个人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或者我会听想怎么讲这么难听不懂很烦恼，讲这么简单也很烦恼。好，所以就是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是在哪一个法界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图哦，最上面有看到左边
你看到中间这个图案是什么？心。所以如果心是正的话，中间这个就是佛法界。再来菩萨，这个圆觉，为什么？你看它在石头上，然后这边有树叶，飞花落叶啦，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哈，独觉、圆觉、辟支佛。那这里呢，罗汉、声闻法界，这边看得到我的游标哈。好，所以如果心是正的，我们显现出来就是四个正的法界。那看右边这边，心是倒下来啦，心倒了，所以心倒了，我们显现出来就是，你看这是天，天还算正啦，但是如果跟前面四圣来比，它是凡的法界，还是算倒啊。好，这是天法界，那这是什么法界？看一下，看得出来吗？那看这个，修罗，修罗，这一个吧。你看，你看这一个，他手上拿那个狼牙棒，看得出来吗？有点模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里就是天人飞天嘛，然后这一个是修罗，那这里是人法界。你看这个人拿着钵，那这一个人是有钱人，哎，这个人是乞讨，你可以说他是穷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某种程度来讲也有类似沙门，你看他穿的衣服，拿着钵乞食，所以沙门还是乞丐一线间，就看我们乞的是什么，乞的是佛法还是不是佛法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法界？看得出来，地狱。你看有拔舌地狱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什么？铜柱。然后这个就是在油锅，上次我们有提到南陀的故事。好，再来，这什么法界？恶鬼。你看他大肚子，然后这边有食物，这边他比着食物要给他吃，结果他嘴巴就化成火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恶鬼道。那这个呢？畜生道。这个是最明显。好，所以我们心倒了就是凡人的法界，如果心正了，我们就是圣者的法界。但是不管是倒还是正，都是同一念心。所以刚刚有居士问师父说，那我们到底说一念三千，这一念心到底是染心还是清净的心？它也是染心，也是清净心，因为同一念心，它具足染，就是染污，也具足清净，这才叫做具。如果它没有，它一向把染跟净分开，就不叫做具足一切了。好，所以到底因为同一念心，心摆正了就是圣人的境界，心颠倒了就是凡夫的境界。十几年前师父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心是颠倒的煮饭锅》，你们如果有兴趣自己去 Google 一下。心是颠倒的煮饭锅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常用大铜电锅，大铜电锅你把它放正，你是不是有锅子，然后有米有水就可以煮，然后插电就可以煮成饭了。可是如果你把大铜电锅倒过来，可不可以煮饭？不行。可是它是不是同一个电锅？是。对，所以它同一个电锅，但是它的正跟倒不一样，它的用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的心，我们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的心跟佛的心都是一样的，可是我们在倒，我们的心是颠倒的，所以一旦颠倒，它就会用就会错，错用是错的，那它显现出来的相也是染污相，所以它是邪的用，错误的用，它显现的相是染污相，但是它的本质没有变，同一个心。好，所以讲说同一个心，这又落入一，但是我们语言是有限制的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不用语言我们是无法了解，所以这个大家 要知道。所以心正心倒，倒过来就好，我们现在心倒过来，把它倒过来就好，所以电锅倒了不能煮饭，再把它倒回来，所以我们叫反邪归正，这个就是心的作用。
那我们看到一心具十法界，所以一心既然具足十法界，上一次师父用的例子是说佛的法界具足十法界，那我有举例，那我们也练习了一我们凡夫心，然后怎么样具足十法界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如果既然一念心具足十法界，我们就有自受用跟他受用。这自受用就是我们从智慧的角度来讲，他受用是从慈悲跟方便的角度来讲。当然你在讲方便也是含有智慧，如果我的方便，方就是方法，便就是便宜，就是事宜，如果我采用的种种的方便是离开智慧，那它就不叫真正的方便了。你看你去 7-11， 你去买，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你需不需要智慧？要不要智慧？要。什么样的智慧？啊？区隔分别。好，还有什么智慧？啊？那个是聪明。哦，那个叫聪明。有人说那个叫聪明，不叫智慧。智慧跟聪明差在哪里？聪明就好像我世间的，我学习很多东西，我的资讯一直吸收进来。真正的智慧是我吸收的资讯，我还可以内化，内化了之后，我随时要用都可以用得出来，而且它是打从心底生出来的，这个就叫真正的智慧，而且这是从清净心生出来的。那我生出来的智慧做采用的东西全部都是慈悲，都是在利益众生。所以一心具足十法界，我们就知道，如果我了解到这个道理，我就知道我怎么样用正念去关照，去思维，去照顾我自己的心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走偏了嘛。所以我们常常修行讲说啊，要觉察觉照才能怎么样觉悟。师父今天就做了一件没有觉性的事情。我早上去一个机构办事，然后他需要影印，那我去影印，我就想，哎，一份才1块钱，我就套，哎，好，我有1块钱，我准备要投币，我看到那个洞，我就1块钱就投下去。我想，哎，啊，怎么没有听到咕噜一声？你通常投币机会咕噜一声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。然后我再看一眼，哦，那个孔是要插悠游卡的，结果我给人家投了1块钱进去。然后底下比较底下才有一个投钱的孔，那我犯错啦，怎么办？我赶快去跟服务员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弄错了。所以还好没有把人家弄坏，人家机器摇一摇，钱又吐出来。重点不是怕那个1块钱被吃掉，重点是我怕我把他机器弄坏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你没有看清楚，这就是没有觉性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每一个人的觉性是本具的，所以不可能没有觉性。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觉性的时候，是说他没有觉察性，没有警觉性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当我们在说自己没有觉性或别人没有觉性的时候，意思是没有觉察，这个觉察力没有用出来。当我们的心觉察力不够的时候，你的觉照力就更弱了。那觉照力是需要什么？是需要智慧才能去照的，没有智慧怎么映照呢？没办法，那当然显现出来的用就不是正用，就会是染用，就是邪用。所以在这边我们了解到一心具足十法界，我们就要知道一法界显，九法界隐。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佛的法界，我保持正念，那我都是慈悲，人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，这样子的一个觉性很强，我不受人家不好的威胁，然后我也都能够慈悲的对待众生，保持觉察觉照觉悟的心，清明自在，没有任何的挂碍。那如果我是佛法界，其他九法界会不会显现？就不会，它就隐嘛，隐就隐藏下来。可是既然是隐，表示它有没有消失不见？没有，它还在。这个就是具的概念，具就是具足，它绝对都在，只是看哪一界现前。那我们会说，哎，那佛的法界啊，那如果佛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一法界显，那他九法界，其他九法界在不在？在，只是没有用。那如果要用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，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慈菩萨慈悲，菩萨低眉也是慈悲，菩萨怒现怒目金刚也是慈悲，所以当菩萨现怒目金刚的时候，他还是菩萨，你不能说他就变成地狱啊，变成恶鬼众生，不是。所以我们自己在修行就要用正念关照自己的心，要时时去观察看我一法界显九法界隐，我是哪一个法界最清楚。如果我是在修罗法界，赶快把散乱心把嗔恨心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到哪里？收回来告诉自己觉察觉照觉悟，这样子就是这种平常的练习。所以平常我们常常讲说，除了打坐是在静中修，我们平常叫动中修。动中修就是觉察力一定要很强，不然就会像今天师父做的这件事一样，那就是觉察力还不够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梁皇宝忏，师父很喜欢这一句话：若心生疑，非难成难；心若无疑，是难非难。如果我们的心产生了怀疑，这个疑不是疑惑，师父在第一堂课就有分析过什么叫疑惑，什么叫做怀疑，不一样哦。所以这里的疑是贪嗔痴慢疑，是邪的偏邪的疑。所以我们如果心产生了种种这些疑恼的话，那么我们本来不是障碍，本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就变成很困难了，因为怀疑东怀疑西嘛，然后一旦怀疑就担心就害怕，然后本来没有的害怕就被自己创，本来没有的障碍就被自己创造出来了。所以如果心没有疑的话，那么这个是难非难，本来它是一个困难，因为我们的心是保持正念无疑，有疑就是颠倒，没有疑就是正。那既然心是正的，遇到困难还会是困难吗？就不是困难。所以遇到困难就会像人家讲的，把危机变成转机，这个就是变成是好的机会，我们就可以扭转乾坤。好，心邪故轻难成重，如果我们的心是偏邪的，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困难就变成很大的障碍了，可是心如果正呢，重难无碍。所以重难无碍很重要哦，我们心保持清净清明，心是端正的话，就算遇到很重大的困难，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障碍。不是说我心正了，这个重难就不见了，不是，而是它对我来讲相对，一切都是相对。就好像师父常打一个比喻，就是你看妈妈怀孕的时候，那个带着那个小孩，有没有肚子这么大挺着小孩，他会一直喊重吗？不会，他知道那是他的 baby 啊，他要照顾他的 baby。 可是如果叫你每天都背着小孩几公克，好，如果每天都叫你背着三公斤的东西24小时哦，然后10个月，你会不会痛苦？会啊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同样的重量，但是心态不同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心正固重难无碍，那这个就是用觉察觉照，然后自己来自受用，自己能够用得出来，自己能够承受的，自己受这个利益，所以叫自受用。那他受用就是让他人接受，让他人接受这个利益，是吗？就是慈悲跟方便。所以随处应机示现度众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所以我们看不管是楞严经或者是法华经，都有提到观世音菩萨32应身或者33应身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一法界具十法界，很好的例子。这样知道一法界具十法界是怎么用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始终心要的这个题目。始终心要试题上一份讲义，是凡中圣始迷中悟。所以既然叫始终，就是有始有终，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，但是从事上来讲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，从理上来讲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。
什么叫事上理上？上就是上下的上，事向上就是事，就是事情，就是表象看得到的。那理就是道理，就是义理。就真理来讲，它是无形无相的。你们知道我在讲哪里哈？第二页，上一次讲义的第二页，始从凡夫，终至成佛，所以叫始凡终圣。那师父这边没有用始凡终佛，是因为我们在修行是从凡夫到圣，凡跟圣嘛，六凡四圣，所以任何一个圣的境界都算圣。那你就大圣来讲，当然是要成佛；那就二圣来讲，就是成辟支佛，或者是这个声闻或者罗汉果。那始迷终悟，也这个是就我们修行来讲，所以我们一开始，我们现在都还是在人的法界。所以佛是为人说法，为其他这些众生说法，因为我们有需要。佛说一切法，为治一切心，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要写下来吗？好。佛说一切法，为治一切心。佛说了这么多的法，是为了做什么？为了要治理，为了要对治我们的这些心。那这些心就是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染污的念头。好，为治一切心。同样，其实真心就是这一个真心。可是一个真心，它显现出来就是千变万化。所以就像刚刚讲的，一法界现，九法界隐。那我们看是哪一个法界，可是我们常常是什么，可能四圣的法界都出不来，都是在六凡的境界跑来跑去，甚至有时候可能天界 还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佛说一切法，为治一切心，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如果这些众生都没有这些染污的念头，众生都不会做错事，众生都不会造恶业，那还需要这些佛法吗？不用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佛法的道理。好，再来，始凡终圣，始迷终悟。所以同样的，因为我们有一切心，这个就是迷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修行。那修行了以后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悟，就是觉悟。这没问题哦。好，再下一个，文有始终，亦无始终。文就是文字、文句、文章等等，文有始终，所以它从第一个字“福”，三地者，从第一个“福”到最后“往目可寻矣”，所以从“福”到“矣”三百多个字，有开始跟结束。可是它的义理是没有始终的，义理所谓没有始终，就是没有一个开始跟一个结束。当我们在讲这十种心要的时候，哎，哪一个义理是叫做开始啊？哪一个义理叫结束？其实没有。当然，他一开始讲的是三谛之理，可是总是因为这是文字，总是要有一个开始，一个下手处。可是真正它包含的义理，前后互相连贯，前后相融，前后相通。所以这个义理是有一个开始跟一个结束吗？没有。所以义理是没有开始跟结束的，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，那他先悟到、体悟到什么道理？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开始，可是实际上，就原教的角度来看，他悟到的第一个，好，不管是他是悟到这个无常的道理，还是他是悟到空性的道理，还是他之后悟到中道实相的道理，每一个道理他都是含聚一切，所以一即一切。依据一切，这才是真正的道理。天台讲不得离句说集，对不起，不得离句说集，意思就是不可以离开句的概念来讲什么叫做集。所以依据一切，依据一切，在天台来讲，它的道理是相通的。
只是如果华严经常讲的就是依集一切，可是就天台来讲，他会讲依聚一切。那当然在天台里面的这个藏通别圆，我们之前有提到通教也有集的概念，所以烦恼集菩提通教也这样讲。但是为什么烦恼集菩提？因为烦恼也是空性，菩提也是空性，所以烦恼跟菩提相集，集是就是的意思，所以烦恼就是菩提。到了原教的烦恼集菩提是烦恼也是佛性也是中道，菩提也是中道也是佛性，所以两个相等相集，无二无别。这个之后师父会再讲多一点，现在很多东西都先给你们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好。哎，对不起。好，所以文有始终，义理没有始终，那修有始终，正无始终。在修行总是有一个开始，就好像今刚刚有居士跟师父说，哎，他修行28年了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哦。所以28年表示28年前开始修行，是不是一个开始？可是今天千万不要是终，最后一天还要继续修下去。如果已经受了菩萨戒，受了菩萨戒，发了菩提心，这个就是生生世世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菩萨的戒体现在在，下辈子不管我有没有受菩萨戒，我的戒体一样都在。只是菩提心，我们讲说不可以退失菩提，是因为我们菩提心虽然本具，每个人都有，可是我们的用不出来，用不出来。这就是回到前面最前面师父讲的，一心是正还是倒？如果是倒，它就是染用，就是错用，就是邪用，就是偏的用。那我们要把它反邪归正，倒邪归正，这样子有正念，才不会被邪念给牵着跑，才不会去做错事。好，所以修行有一个开始跟结束。就像释迦牟尼佛，他很多很多劫以前生生世世都在修行，可是他总是有个开始修行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到他成佛了，他结束了。可是成佛了并不表示，虽然他已经成佛，已经最后一步，但是并不表示他就不再修行，他还是继续。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修行有开始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打坐啊，坐了一个小时，我从2点开始打坐，坐到4点，那是不是有个开始跟结束？所以修有始终。可是我打坐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用我清净心、不生不灭的心为本修因在修行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这个就是我知道我本来就具足的不生不灭的心，它是没有开始跟结束的。所以我们修行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开始，那我正道也有一个结束。可是虽然正果看起来有结束，刚刚师父讲的释迦牟尼佛他成道正果以后，他还是继续修行，那正果好像他已经这个时刻在菩提树下正果了，成道了，好像是结束。可是实际上真正的正道是要回归他本来就有的菩提心，回到他本来的菩提心，所以就好像没有一样，好像没有结束，好像没有一个开始，本来就没有结束跟开始。如果我证到的果是有一个开始跟结束，那它就是造作的，它是做出来的，那它有受时间的限制，有受地点空间的限制，它是有限制，有形有相，有规范的，那么它就是会生灭，就是会坏掉。所以真正的正，我们讲说要正，就是要去正我们的菩提心本具的心。所以你一旦了解了，你就知道无成无坏。我成佛了，成而无成。所以我们看42章经就有讲啊，修而无修。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，成道也是成而无成，正而无正。那一个洞，师父写一个跟你们分享。这个是我很多很多年以前自己做的，一念成佛，念念佛，不见本性自蹉跎。好，可以。四处寻罢，好，归。
香，如来早在家中坐。好，这道理很简单哈、哦。一念成佛，念念佛。刚刚讲的、啊，我们一法界现，九法界隐。所以我这一个念头是佛的法界还是其他的法界？如果我是一念成佛，我从头一念到底，一念成佛，念念都是佛。所以要怎么样？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有听过吗？好，傅大士说的夜夜抱佛眠，我每天晚上都是抱着佛睡觉。所以不是抱着你的那个玩具熊睡觉，我是抱着佛睡觉。抱着佛睡觉表示我是正念入睡，所以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，朝朝还共起。每天晚上抱着佛睡觉，夜夜抱佛眠。那每天早上还是跟佛一起醒来，不是晚上我入睡的时候有正念，我早上一醒来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个就是没有朝朝还共起。所以一念成佛，念念佛，不见本性自蹉跎。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本心本性，看不到我们的菩提心，那我们就枉费了我们自己本来就有菩提心。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虚掷光阴，一下找东找西，所以看不到自信。可是有的人还会知道说，我虽然看不到自信，但是我还是知道我要修行，只是我还没有见到我的菩提心，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，还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做真性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到处去修行，你看有的人就是我去这里听法，去那里拜忏，去那里受戒，去那里做什么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可是他都是心向外求。所以做这些功德是非常好，你不管听法受戒拜忏，然后礼佛，去朝山，去朝圣，都很好。可是我们做这些事，就是刚回到刚师父讲事上的修行，你要跟理上的这个义理真理要相呼应，这样子才不会浪费光阴。不然我们做的这些事上的修行，好，我今天去印度朝圣，我花了两个礼拜去朝圣，好，很快乐，回来，哎，什么都忘记了。可是如果我在朝圣的第一刻去出发跟回来，我都是用一个恭敬的心，用一个返本溯源的心，用一个想要成道正果，想要跟佛的心相接轨相应的这样子的心的清净的心的话，那么我这个朝圣的意义就更大了。好，所以你不管在哪里，所以人家说佛在灵山莫远求啊，那当然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座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，这个就不用写没关系。那所以就是要知道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来都有这个本具的灵鹫山，这个就是佛说法的地方。所以如果，所以之前师父才会提过说，我们在诵经的时候，我可以跟经的义理相应，我就会知道佛在灵山说法，我好像也在灵山。佛在舍卫城出城去托钵，应该是进城去托钵啦，进城去托钵，我好像也跟在后面一样，也去托钵。那佛他去收衣钵洗足矣，然后敷座而坐，我是不是也在现场，好像也在听佛说法？如果是这样，我诵这个金刚经，我真的就是跟佛的心是相应，是融为一体。不然的话，佛在诵，你在诵经，诵完了经，然后从那个最刚开始如是我闻，一直到最后面信受奉行，你可能哎，人家问你金刚经开头是什么，金刚经开头想不起来，如是我闻啊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信受奉行。哎，有没有如是我闻？有没有信受奉行？对啊，我有始有终，我有如是我闻，我有信受奉行。可是我有没有真的义理？无始无终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检讨。好，所以我到处去修行，四去寻吧，啊，我就是好像找不到了啊。就是好像找不到我的本心本性，我好像也修行没有什么成就，所以我就回到我家里。回到家里怎么样？如来早在家中坐。这个有点类似什么？
对，要知道，要见本性，要见到我们的本心，见到我们的自性，那我们就会知道，如来其实本来就在我家，我为什么要跑出去找？所以如来在我家，我家在哪里？我的心，心在哪里？师父是比着自己的心脏，可是心真的只有在这里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自己去想一下哦。好，再回到这里，所以修有始终，正没有始终，事有始终，理无始终，这个刚才解释过了。时间没有始终，所以地点空间也一样，起始处目的地也没有始终。如果我们，当然我们修行有一个开始跟结束，这个就是时间跟地点都有一个始终嘛。就好像，哎，我20岁开始修行，那我可能假设我50岁死掉，那我是不是就是有一个修行的30年的时间？这个就是有始有终。可是我的真心没有始终。那我们从这里来看哦，这个起始处目的地没无始终。师父，你们有听过这个吗 ？Möbius Strip。这个 Möbius， 这是一个德国人，他是一个数学家 ，August。那这个数学家他。发明了这个，那他有他的数学理论。我们要讲的不是数学理论，而是这个莫比乌斯环或者莫比乌斯带。它其实你们就想，就一条直的带子，你把它转180度，然后连两端连在一起，它是不是就像这样图一样？如果这样看的话，重点哪一个是内，哪一个是外，你可以分得出来吗？其实分不出来。而且你转弯处可以一直换啊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一个开始点，有一个结束。如果我从这一个点，这个点是我的起始点，我开始走，那不管我怎么走走走走，到最后，你可以看到哪一个是开始，哪一个结束吗？其实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开始跟结束。所以师父用这个是要告诉大家的，说我们很多事情，就像我们之前提到实如是。实如是佛了解，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只有佛才能够了解什么叫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就是每一个法，它具有这么多的实相。实如是只是一个概说哈，那实际上它是更多的无量相。那这么多的相，只有佛才能够了解。重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任何事情一定是可以从多方面去看，我们不要只有看一个，不要以偏概全。真的，我们最怕的就是以偏概全。所以那天有人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某某人啊，是修净土，可是他修净土，他就觉得其他宗就不好。所以师父在第一堂课就有讲过，有谁记得吗？门户之见不可有，宗派情怀不可无。所以你喜欢净土宗很好，可是你不可以批评人家说你不念佛你会升不了西天，你不念佛你没用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说到念佛，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那个之前我看星云大师，他说有人问他，他说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功德这么大，然后结果星云大师就说这四个字力量当然很大，如果我骂你笨蛋还是骂你什么，那你会不会很生气？他说会啊，那笨蛋两个字你就生这么生气，力量就这么大，阿弥陀佛四个字当然力量更大。有智慧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刚我们讲到的智慧跟聪明。你如果了解到佛法的义理，人家问你什么，你就可以知道如何回应他。我不用等着，你问我阿弥陀佛为什么功德这么大，我回去翻一下我的3藏12部经典，我再来回答你，告诉你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么大。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内化，自己的从心发出来的一种体会。那所以这里师父要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就是说我们要转弯，转个180度，你把它转过来，你看到的就是不一样。所以之前师父才会说，我们看到一尊佛像，前面看，正面看，后面看，背面看，我们看这个人也是一样。我们从背后看到这一个人，不要品头论足，
看到从前面看着这个人，也不要这样子上下打量，一直评头论足。所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不要只有看一面，它其实是很多面向我们看不到的。可是我们最常就是人家说一件事，我就跟着开始讲八卦，讲八卦很要不得，真的。所以谣言止于智者，八卦止于慈悲者。你慈悲，你有慈悲心，你就不会去说人家八卦。我们去说人家八卦，我自己哪一天可能就六卦、七卦、九卦都出来了，不是只有八卦。所以千万不要人云亦云，人家说什么你就在那里加油添醋，啊，这个很辛苦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修行要知道，既然内跟外它是一如的，所以内外一如是什么？我今天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也是这样保持正念。我在外面，我也是保持正念，这就是内外一如。我今天反观自照，我自己的心是清净的，我显现在外的也是清净的。我如果修观法，我内观也是正念，我外观也是正念。内观跟外观在天台有内观跟外观哦，观内观外，这是不同的修法。这个我们没有因缘说，所以重点就是我们内外清净心还有显现在外的全部都要合一如一。好，再来，所以生命有始终，心命无始终。我们人有生老病死，这就是一个开始跟结束。所以一个人最多了不起一两百岁已经很多了，可是我们的心的生命不生不灭的本修因，不生不灭的清净心、菩提心，它是没有开始跟结束的。如果有一个开始，一定会结束，所以它是没有始终。好，所以这边师父才会提到说，如果能够安住正念，每天都是尝鲜日，每天都是最好的啊！你没有什么保存期限啊，买东西有保存期限，我们人也有保存期限，但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正念是没有保存期限的。无量光，无量寿。好，所以这是始终。那讲到心，始终心要的心，这个心呢，我们看到始终心要的心到底是哪一个心，看我们怎么用都可以。在这里师父列出这几个，就是让我们去了解到什么叫做心。心有能观之心，能修之心。那就天台来讲，就是要去修空假中三观的这个心，尤其是要一心三观，三观具足。空观是一个修法，假观也是修法，中观也是另外一个修法，但是真正天台讲的是要一心三观，这是圆顿修，这以后会提。所以从这边师父要列的就是强调的是一个能一个所，能观之心跟所观之心。有时候我们会说能观之心，所观之境，境就是境界的境，就是第四点的一境三谛的这个境。也就是说，譬如说我现在起了一念嗔恨心，人家骂你说你怎么这么笨，刚刚我们讲到骂人家笨蛋力量很大，好，那当人家骂你笨的时候，你就去思维这个笨的空假中在哪里。那这个人骂我笨，这个人他有没有具足空假中？人家骂你笨，他有没有佛性？有啊。那你被骂的人有没有佛性？那他骂你了，你的佛性会变少吗？不会。所以如果我们被骂的时候，我们的觉性这么强，我们还会生气吗？不会。可是我们通常觉察力、觉照力很弱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平常静坐就要用功。所以静则一念不生，动则万善圆彰。所以我们在静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静清明不动的心，写下来好了。静则一念不生，动则万善圆彰。所以我在静的时候，在静坐的时候，静修的时候，我这一念心不起，我不动，保持清明自在，这个叫任运的心。
所以这样子我在动的时候，我静坐结束了，动则万善圆彰，我可以圆满六度，圆满这个万恒，圆满所有的菩提行、菩提善行，所以万善圆彰，彰就是彰显。好，师父给你们一个功课，你们自己去思维一下，动则一念不生，静则万善圆彰。静的时候一念不生很容易哈，那动的时候还要一念不生哦，能不能？很难，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。那你在动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善行都要做啊。那我静的时候，怎么万善圆彰呢？静的时候怎么万善圆彰？简单来讲，我们是菩萨，我心当中有众生。我们前面讲的一心具十法界，所以我静则万善圆彰，表示我虽然是在静修，虽然是在这个不管是静坐也好，或者在宁静的状态下，我万善圆彰，我心当中具足了所有的慈悲万恒，可以吗？再讲一遍。静则一念不生，好像很容易。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保持这念心清净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都不要动，不要起心动念，不要动心起念。这就是静则一念不生。动的时候，你就要去修布施啊，修这些助人的慈悲行啊，自。所以静则一念不生是自利，动则万善圆彰是利他。可是我们把这个基础了解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再来用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。静则万善圆彰，我虽然是在静修，可是我的心包含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这一念心当中。我不会因为我在静坐，我就把众生丢到一边去了，不会。动则一念不生，我在动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散乱，我还是保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心，这个就是更高的境界。好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练练看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回到这里，所以有能有所这个词，大家要把它记起来。能所，能所，能所看起来好像是相对的。我是能，师父是能说法的人，你们是我所说法的对象，你们是能听法的人。对我来，我师父对你们来讲就是所，就是你们所听到的这个对象。那我在静坐的时候，我就是能静坐的人，我是能修观的人，能修观的心。那我所观的对象，我所观的境界，所以你们看第四点有一个圆聚三谛之心，一境三谛。这个境就是境界，界是世界的界。一境三谛意思就是我所对能跟所，能是主动，所是被动。我是能打扫的人，这个是被我打扫的房子。我是能够发菩提心、发慈悲心去帮助人的菩萨，这个被我包的包，被我帮忙的人是我所帮忙的对象。所以能观的人，所观的境界，那是人怎么观呢？就是能观的心，我是用心来修行。可是我虽然是天台讲一心三观，就是我观的是什么？我用能观的心观所观的心。刚刚讲了，譬如对，不管能观所观，同样都是心。好，譬如说我现在想睡觉，你打瞌睡的心是不是在昏沉了？那这个就是我要观的境界，我要去破斥的境界。你要把这个昏沉看破。所以你就告诉自己，昏沉即非昏沉，是名昏沉。你开始去思维这当中的空假中，那你把思维的心提起来的时候，你那个昏沉、那颗睡虫就会跑掉了。所以你面对你去解的这个境是什么？昏沉，这个就是你昏沉的心。那我现在贪起了贪心，我觉得肚子好饿。那看到人家那个很好吃的素糕，明明不是你的，你就想给他拿来吃，可是你知道你吃了你的弟弟会生气，那你想不管了，还是先拿好了。可是如果你知道
这不是你的，你不可以随便乱拿。那你会去面对这个素高，就是你所对的境嘛。我起贪心是能贪的心，那我所贪的素高，所以能跟所相对。所以这个素高它只是被动的，它是所。知道所哈？好，了解。所以我所说的话，我所同意的内容，我所签的证件，我所画的这个，我所做的一幅画，我所说的事情，我所承诺你的言语等等，这就是能跟所的关系。这以后我们会再讲更多。所以能观之心跟所观的境其实都是同念心，因为一心具足十法界。这以后会再说，所以重点就要让你们知道能跟所。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能跟所相对，实际上能所是合一，不是相对的。好，所以这边师父列的这些，你们自己再看一下。那这个心最重要就是要菩提心，而且是具足佛性的心。我们的心是不离开佛性，所以要再强调一次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好，这个就有一个思维题了。我们刚刚讲的始终心要的始终跟心，那心在这个日本企业家他是经营之圣，这个稻盛和夫 Inamori Kazuo， 他是经营之圣。为什么是圣？因为他都是以利他为出发点。你们知道这个企业家吗？哦，有几个人有听过，其他人没听过。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他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圣。那他只要是要去做他的，不管是创业或者是做什么赚钱等等，他都要去想，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利益我的员工，是不是利益我的国家。他是以利他帮助别人为出发点，然后因为利他，所以他自己赚很多钱，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所以他受到佛法的启发，他就体悟出说，人生都是自心的映照。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好是坏，是成功是失败，是有意义是没意义，是很快乐还是很忧悲苦恼，全部都是自己的心的显现。所以人生皆为自心映照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心具足十法界，一法界显九法界隐。所以我想要创造出什么样子的生活，什么样子的生命，取决于我什么样创造什么样子的心，就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。那所以他这是他的体悟啊。那我们自己也想一下，我自己的心，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我自己的心所呈现的，是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，还是说我这辈子都是我爸妈帮我造的，我这辈子都是老师害我的，我这辈子都是国家害我的，我这辈子都是谁怎么样。坏的我们都会说是别人害的，好的都会说这我自己努力来的。人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想一下，我的人生是不是自己自心所呈现的，如果是，是为什么。那既然我能够自己的自心能够呈现出我的人生，我要怎么样呈现什么样子的境界，什么样态，我要怎么做，什么是 what， 怎么样就是 how， 就是方法。所以我要达到什么，我就要用方法，要用正确的方法。所以回归到最前面的心正还是心倒。如果我这辈子困难很多，障碍很多，记得不要上次讲的六字真言，对，不在乎不要怕。你越在乎你就越放不下，越割舍不了就越害怕。那我不在乎不是我不认真，是我要尽份，要先尽份，积极努力修菩萨道，尽我的本分，一切就随缘。所以要尽份随缘。我们学佛的人最怕就是哎呀随缘呐，这种讲哎呀随缘还加一个哎呀，哎呀随缘意思就是哎呀不要怎样，青菜随便啦，不要想那么多啦。这种人通常就是不够积极，所以他就跟你说随缘啦。可是真正修行就是要先当菩萨，要先积极，
积极了以后，我就用平常心随缘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也可以先随缘，再积极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在什么条件下，那这就是不同的因缘了嘛。那我把这些因缘把握住，我就可以积极去努力了。跟那个哎呀随缘是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尽份随缘，随缘尽份，没有哪一个先开始，哪一个会后结束，无始无终，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。所以以后记得佛教讲循环，循环不是只有六道轮回而已，很多都可以用刚刚的莫比乌斯带的那个概念去找，没无始无终，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结束，你就会害怕失去，你也会害怕什么时候才是我开始的下手点。不要害怕，做就对了，做了就不是想，不要去想我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努力一念到底就好。好，所以这个稻盛和夫他就讲，凡事皆起于心也终于心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始跟终的概念。所以始终始终最后还是归好，归到这一念心。所以我是能观的心，我所观的也是心，我所成道的也是这个心，我证道的也是同一个心，无二无别。这以后我们会再说更多哦。老师这边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稻盛和夫他的人生的结果，或者是工作的结果，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方程式。他的方程式是什么？是思维乘以热情乘以能力，这是乘，看清楚是乘，不是加。所以他说思维是零到一百，也是零到负一百，它有正有负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正思维跟邪思维，我可以想入非非啊，我可以想歪，我也可以想正，我可以有正念去帮别人。所以这个心可正可倒，又回应到最前面第一个那个心正还是心倒的那个图。所以思维是心正还是心倒，那乘上我们的热情乘上能力，他说热情跟能力就是你的积极跟你的技术层面了，那这个都是正向的，都不是负的，是正值不是负值。所以就算你的热情跟能力都是正值，但是你的思维是负一，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？负的。所以邪精进最害怕，我们就你就是说，哎，我今天做坏事，我都很努力，你的邪精进啊。可是跟你说啊，这个腿要盘起来40分钟打坐，你就觉得很痛苦。可是跟你说40分钟给你玩电动，40分钟给你吃大餐，40分钟给你看电视，40分钟给你坐在那里无所事事，你都觉得40分钟很短。所以一切都是什么？人生皆为自心映照。所以打坐是快乐，也是自心映照；打坐是痛苦，也是什么？自心映照。好，所以我们仔细看哦，这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想要什么样子的工作结果，是成是败，是好是不好，是有价值，是价值还不够，还是怎么样？那成功跟失败没有一个特定的框架，所以我只是重点在于我们的思维的心，思维的力是正向还是负向的。好，始终心要的要，要是什么意思？要就是有重要精要核心精髓要旨宗旨纲要大要的意思。简单列出这四个，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始终心要，心要就是像心脏一样重要。所以始终心要这篇文章就好像天台宗的心经，因为心经是才260个字，它很短，它是般若经的核心，所以你可以以小窥大，看到心经你就可以知道般若经它要讲的空性的概念是什么。好，所以它是浓缩版。那同样的，这一个始终心要就好像天台宗的所有的教观的义理的浓缩版。好，所以再来，
这一篇文章始终心要，它能够揭示出天台教官修行的核心跟精要，它把重点都列出来给我们看了，然后它也是天台教法的一个纲要，一个大纲。所以你看那个始终心要最后 一行最后一句，他说大纲如此，往目可循矣，就是这样子。再来，心要就是心的要理，这心的重要的道理是什么？就是要了解具足三谛的心。所以前面师父不是有列出来，心有什么能观的心、所观的心，还有成道正果的心，还有菩提心，还有具足佛性的心，还有具足三谛的心等等，这些都是心。所以最重要心的要理就是要具足三谛之理，因为我们具足三谛之理也是具足三谛之心。这个是在始终心要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，夫三谛者，天然之性德也。所以你看一个开始，三谛就点出来了，这就是它最重要的。那就事向上跟理向上讲，心就是肉团心，就像师父刚刚比啊，心就是这个肉团心，这个是物质的心。心脏有好有坏，我的心脏坏了，我还可以去换一个心脏。如果来得及，人家跟我捐心给我有合的话。之前有个法师就跟我说，他说他说他身当中有动物的成分，我就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哦，因为他以前小时候心脏有问题，所以他做过手术，那他有一部分就是猪，哎，猪瓣膜。好，所以从这边来看，肉团心就是告诉我们，始终心要它的重要性，就好像人的心脏一样，像心脏一样重要，所以叫心要。再来，就理上来讲，始终心要是指这一篇文章要强调的，就是告诉我们要修行，怎么修，就是要用能觉的心、能知的心、能观的心，就是能知能觉的心来修。这就回到刚刚前面师父讲的能跟所，所以能觉、能知、能察、能观、能照、能悟的心，这个就是理向上的。那所以始终心要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修心要道。修心要道就是修我们这个心的最重要的道理、最重要的道路。在四圣谛来讲，苦集灭道，道就是道路，就是方法。所以修心的重要、最主要的道法是什么？在始终心要里面会告诉我们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，所以心要最重要，始终心要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修行的依止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。然后出要之道，所谓出要之道就是出离烦恼，出离六道，然后正得解脱的最重要的道理叫出要之道。出离苦恼，出离苦海，正得解脱的要道叫出要之道。所以要道，要道，要就是重要的意思，主要的意思。那我们从事跟理来看这个心要，那最重要就是事跟理两个都要具足，不是只有看理而已，所以这个才能够符合天台圆教的中道实相的精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湛然大师。湛然大师是唐朝人，西元711年出生的，这是今天的这一份讲义哦。那他出生在京西常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的宜兴这个地方。宜兴好像是出产什么桃湖，很有名的那个地方。那他17岁的时候，他就跟着金华方言法师，方言有两个方，有的写这个方法的方，有的加草字旁，所以他跟着金华方言法师学习天台的止观。那他20岁的时候，他就成为左西玄朗大师的入室弟子。所谓入室弟子，就好像很容易登堂入室，
这个师父说，哎，就好像你看那个六祖坛经，五祖大师说，六祖大师他要慧能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，还没有变大师，他说你晚上进到我的房间来，我为你说金刚经，这个就是入室的概念。所以所谓的入室弟子，就是你常常能够陪伴在这师父旁边，然后常常听他说法，那甚至也是他的得法弟子，随侍在侧。但是他还没有出家，20岁他还是在家，所以他是在家的入室弟子。那有一天玄朗大师就跟他对话，他就问他，你们看讲义，讲义这边有写说一日玄朗，第三点蔚然曰，蔚就是说的意思，他对谁说，然就是湛然，他对着湛然大师说，他说他问他什么，他说汝何梦乎，你有做了什么梦吗？那然曰，湛然大师就讲，这时候他还没出家哦，还是在家，这湛然就说啊，愁习夜梦披僧服，夜二轮游大河之中。愁习就是以前我曾经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到我穿着袈裟，穿着出家人的衣服，他还是在家人，但是他说我披着僧服。那夜二轮，夜就是扶持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他手抓持的两个轮子，这两个轮子，然后他在大河当中游。所以就你就想象，我们好像抓着一个游泳圈，他是抓着两个游泳圈，然后在河里头游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说啊，左膝就说，膝就是赞叹的意思。他说，汝当以止观二法度群生于生死冤乎？当是将的意思，像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当来就是将来。好，所以你将来会用止观这两个方法，止观以后我们会说，止观这两个法门来度群生，就是众生的意思，来度脱众生于生死冤乎，让众生从生死的这些苦恼、生死的深渊当中把他们提上来出离。那你看他做梦是披僧服，表示他是用出家的身份来度众，而且他是扶持的两个轮，这就是两轮，就是止观二法。所以在天台里面就有讲止观游，好，止观就好像车子的两轮，好像鸟的双翼，鸟两个翅膀才能飞嘛，你只有一个翅膀一定是很难飞哦。那以前的轮子是两个轮的嘛，不像我们现在是四轮，你就想象我们两轮的那个自行车只有一轮，是不是很难走？除非你是独轮，那个独轮车。好，所以原则上他就是讲说一定要两个轮子的车子它才会平衡，所以他是用这个两个轮游大河之中。大河显示的 代表就是什么？象征生死冤，下面讲的生死冤。所以我们是从烦恼的此岸度众生到解脱的彼岸，这我们最常讲的譬喻，从生死的此岸，从烦恼的此岸，从生死的此岸度过烦恼的中流，到达涅槃解脱的对岸。可是他这边讲的是游大河，表示他有这个在大河之中是自由自在来来去去。所以上次师父有讲啊，来来去去菩萨事，来来去去菩萨事。所以湛然大师他是以出家，将来会以出家的身份，用止跟观的这两个法门悠游于大海、大河、大海之间，来来去去做度众生的事业。所以你看他的师父才会说，他帮他解梦啊，他说你将来会以止观二法度群生于生死冤乎？乎可以当成是不是这样吗，就是问号，也可以是这样的吧，就是惊叹号，所以应该是吧，所以他才会受以本师所传止观。本师就是慧威，就是他的师父的师父慧威大师。
所以他就传授，因为慧慧大师把天台止观的法门传给左西玄朗大师，那左西玄朗大师听了湛然他这个出家前的这个梦，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可造之材，啊，将来也是会发菩提心要来度众生的菩萨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止观的法门再交给他，传给他。可是你看哦，他20岁成为他的在家弟子入室，而且是入室弟子，可是他一直到38岁才去宜兴的净乐寺出家，回到他自己的出生地。但是他不是跟着左西玄朗大师哦，他不是随着左西玄朗大师出家。好好，再来我们看他的修行生活。大步而依，一床而居，以身惠人，其爱不习。大步就是粗的步，他没有要穿的很好的衣服，就好像我们出家人简单，就是穿人家一件衣服就可以穿十几二十年，对 啊那还有就是说，他说是粗布，而不是要啊要很细啊，什么绫罗绸缎很好的衣服啊，这个是什么牌的名牌的衣服我才穿，那个不是名牌的衣服我不穿等等。好，所以大步而依，一床而居，眼中有尘三界在，对吧？是这样讲吗？心中无事一床宽，有听过吗？眼中有尘三界窄，眼中有尘，三界也会很小。心中无事一床。宽，好。所以我们眼中有意啊，眼中有尘，有这些烦恼尘世，有烦恼，那我们三界看起来就很小，就好像我今天有什么障碍，我就觉得全世界人都欠我。可是如果我心念很正的话，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挂碍，我睡在一张床我也觉得很宽裕。那如果你很烦恼，你睡的给你这个什么高楼大厦，给你什么那个很好的那个叫什么很大的房子叫什么，我突然想不起来，豪宅给你豪宅，你也觉得豪宅，因为眼中有尘，豪宅也变得豪宅。可是心中无事，我们能够知足啊，那就算躺在地上没有床，你也觉得睡得很安稳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他以身惠人，用他就是能够以身作则来教导人，惠就是教诲，孜孜不倦，好，教诲教导别人，然后其爱不息，其爱是老年人，意思就是说一直到他老，所以你看他活了七十二岁，一直到他年老，他都不会停息，他发了大心要来度众，他就一直努力下去，无始无终。好，所以他始至中心天台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，智者大师是后来是在隋朝、陈朝嘛，他生于梁，然后在陈朝的时候发迹，然后到隋朝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皇帝的重用，那到处去修行讲经，然后自己也在山里头，在天台山里头进修，差不多有前后10年。可是之后到了张安灌顶的时候，还天台还不错，还有人在修。可是慢慢的，虽然一代传一代，但是影响力就会变得其实蛮小的。所以他到了这个湛然大师到了唐朝的时候，他就是始至，他发愿，始就是发誓，发愿呢，他要中心天台，让天台宗的教法能够再次发扬光大。重点是什么？不是要我这个门派好像很光荣，重点是要用天台的教法去利益众生，所以他始至中心天台。那有一天他就告诉他的这个门人，他的弟子，他就跟他们说啊，道之难行也，我知之矣，修道这一条路，弘法这一条路真的很困难，自古以来哪一个人弘法是很容易的？你看玄奘大师西行求法难不难？难啊。
释迦牟尼佛出家，这个悉达多太子出家，然后到成佛，难不难？难。那你们虽然没出家，修行难不难？难。道之难行也，我知之矣，我非常的了解。古先智人，以前的这些智人、圣人呢，静以观其本，动以应乎物，二俱不住，乃道于大方。静以观其本，本就是自己的本心本性，在静的时候要静如处子，静如处子是什么？就是一念不生。所以静修的时候，静坐的时候，在观要修，要观什么？反观自心，观自己的本心本性。静以观其本，动以应乎物，在动的时候，所以前面是静修，就是自受用，这是动，是他受用，这回归到连接到最前面讲的哦，自受用跟他受用，静坐是自受用，动是要他受用，要利益众生，其他众生，动以应乎物，应就是回应，适应的意思。物是什么？物不是东西哦，这里的物是指众生。你们要是看经典要记得，当在物这个字出现的时候，它有可能指万事万物，就是一切有情无情都含在里面。但是它如果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上下文来看的话，动以应乎物，这个物指的是众生，有情众生，它不是无情的物品。好，所以我们在静的时候要反观自心，看我们的本心本性，要好好修行，要能够成道正果。那我们在动用日用当中，在动当中，我们就要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合乎，要能够回应，要能够做出来的事情都是要利益众生的。所以应就是回应，我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正确的方法，恰到好处的方法来回应众生。所以之前我们有提到啊，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好，所以感应，感应众生有感，诸佛有应，佛知道怎么回应你，所以动以应乎物，我知道众生的需求在哪里，众生的困难在哪里，众生他的体会在哪里，到什么程度，那我就知道怎么回应众生。其实这一句话就类似我们前面讲的，静则一念不生，动则万善圆彰，这就是动跟静的概念。但是湛然大师就提醒我们了，二俱不住，不管是静或者动都不可以有住着。譬如说我现在在打坐，那家里的小孩吵我，一直叫你爸爸爸爸，那你被他吵，你起嗔心了，这就是我住在静静里面。这个师父想到一个笑话，有一个阿嬷，她在念佛，一直念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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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的孙子就说，阿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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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阿嬷就很生气说，我在念阿弥陀佛，你不要吵我。他说，阿嬷，那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不会烦，那我叫你阿嬷你就觉得很烦。那是笑话，但是这也是事实啊。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旁边有人在吵他，他就觉得不耐烦，你打我闲岔。所以湛然大师告诉我们，二俱不住，你不要我只住在静的境界，然后我就好像有的人住官房就会觉得我住在官房最好，你们都不要吵我，我都不要出去度众生，不要，我最好。可是有的人修菩萨道就是说，你们那看不起人家住官房的，你们住官房自私自利，自己都不出来度众生。可是你如果在度众生，可是你的心是散乱的，那你怎么度众生？你拿什么来应乎物？没办法。所以要动静一如，动静兼具，然后不要住在动，也不要住在静的境界里面。不，所谓不住就是不要执着其中哪一个，这样才能够道于大方。大方就是四通达，四方通达，
意思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随你，都是你很自由自在可以走的路。道于大方，方就是方向，就是道路的意思，所以随你走，自由自在，任运自如。所以他下面接着讲，他说今之人，现在的人啊，或荡于空，或交于有，自病病他。现在人荡于空，荡就是游荡的意思，就好像这个空中花在那里飘，没有根，不断的飘来飘去。所以空，你就是荡于空的人，就是你对空的义理不清楚，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在这里什么都抓不到，然后每天就是这样子虚无缥缈的那种概念，这个就是对空性的误解。或焦于有，焦就是焦灼，你执着有嘛，那你就是产生焦灼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然后就以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就有点类似前面的静以观其本啊，你就是在那边打坐啊，我只要顾好我自己的这一念心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管，那你就当于空，什么都不管。那你修菩萨道的，就说哎，我要一直度众生啊，这样子啊，修六度万恨啊，这才是真正的。那你就在这边产生的执着，就黏住了，没有办法拆开。自病病他，自己生病了就算了，还害别人生病。也就是自己的心生病了，然后又害别人生病，自己受损了，还害别人受损。我们看注解这里，注解第七，一盲引众盲，相携入火坑。一个人自己看不到，然后又带着这些全部都看不到的人，就往火坑里面去了。所以懵懂传懵懂，一传两不懂，师父下地狱，徒弟往里拱。这个就是以盲引盲的悲哀。所以我们这边就他就告诉我们，要不要自病病他，你自己走错路了，还害别人走错路，那就很可惜。那不止可惜而已，是很可怕的。再来他就接着讲，他说道用不正，将欲取正，舍与谁归。今天佛道的用本来是应该是非常的殊胜，然后很多人都想要学佛的，可惜呀，现在佛道已经是萎靡不振了。那想要把它取正，将欲取正，把它扶正，让它继续光芒，就是放光，然后继续发光发亮，谁才能够做啊？谁？对呀，湛然大师。舍与谁归？除，舍就是除了嘛，除了我，与是我，除了我，谁能够做这件事情呢？只有我啊，有我能够担当这个大任，我来让这个天台的教法再次能够兴盛，甚至是整个佛法能够再发光发亮，再更加的殊胜来度众生。这个就是他自己发的大愿。这个中文看懂了哈？乍看之下会有点点难，解释了以后你就觉得也没什么，说破了就不值钱了。好，所以湛然大师呢，因为他忠心天台，所以他后世呢，后世我们的后代人呢，就尊他为天台第九祖。再来，我们看他的重要著作《天台三大部》，有《法华宣义》《法华文句》跟《摩诃止观》，那他有做注解，所以《宣义释迁》还有《文句记》，这个是简称，还有《辅行》也是他的著作的简称。写三大部，讲三大部很不容易，编三大部很不容易，要再注解三大部也很不容易。那我们要学三大部，更不容易。道之难行也，无知之矣。好，所以他还有十不二门。十不二门是小小的，什么色心不二啊等等，他其实就是从《法华宣义释迁》里面特别挑出来的。很短的一篇文章，还有金刚皮，这个字念皮，金刚皮不是金刚杯哦，金刚皮是，你看湛然尊者他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注解，但是金刚皮跟始终心要就不是注解，它是另外写的。那金刚皮也很短，不长，
但比始终心要长很多倍了。它是一篇短短的文章，它最重要要讲的就是无情佛性的概念。他就想啊，他说他在福行里面，他就讲说，大家讲到众生有佛性，都觉得对对对，众生有佛性。可是，一旦提到无情佛性，就豁耳惊心。豁耳惊心。你一听到人家说，哎，无情有佛性，你就很害怕。你说你不要干扰我，你不要让我是不是要去洗耳朵了？我很害怕。师父跟你说，湛然尊者跟你说，不是师父跟你说。湛然尊者说，哎，这个墙壁有佛性，你的眼镜有佛性，这我说的，湛然尊者没说。好，所以电风扇有佛性，桌子有佛性，麦克风有佛性，口罩也有佛性。口罩有佛性，那我要怎么面对对待我的口罩？垃圾有佛性哦。说到佛性，这边有个小故事，师父突然想起来，有一天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去上小男孩，不是小明哦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是一个在一个学校，那这个小学生是应该是三年级吧。他去上厕所，那他去上大号，上完大号发现马桶坏了，没办法冲水，他就用手去抓这个便便，然后法达是三年级吗？啊，三年级，他就去抓这个大便，不是法达抓大便，是那个小男生去抓大便，他就把这个便便抓到另外一间去把它冲掉。那他其他同学看到就笑他说，哎呀好脏哦，你竟然用 手去抓大便。就这个小男生超有智慧，三年级，他说你们不要笑，大便也有佛性。我相信他一定没看过金刚皮，可是他有悟性，而且他你看他其实是慈悲心，他觉得我便便我上厕所然后没有冲会臭，别人看到会觉得恶心，所以他不在乎，不要怕，他手就去抓便便，把它拿去别的地方冲掉。他还会跟他同学讲，你们不要笑，便便也有佛性。不是，哎，不，怎样？怎么了？好，所以这个是以后再来讲无情佛性，但是我们应该不会提到太多。无情佛性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当然我们会说，哎，有情才有佛性，那无情为什么有佛性？师父的博士论文写的主题就是无情佛性。然后有一天有个法师他就问我说，哎，你博士论文要写什么主题？我就说，哦，无情有佛性，无情佛性。他说，邪知邪见，你赶快换主题。那我就说，不要，我不要换。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？是因为我不了解为什么无情有佛性。因为以前我学到的都是众生才有佛性，可是当我接触到天台宗湛然尊者告诉我无情有佛性的时候，我很讶异，我不懂，我想要弄懂，所以我说我论文就要写这个题目，我要把它弄懂，我要了解祖师到底告诉我的是什么，我怎么从这当中去修行，而不是马上就说邪知邪见。所以要记得哦，宗派情怀不可无，可是门户之见千万不要有。好，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始终心要。我们可以再三分钟吗？可以，谢谢啊，急的就先回家哈。他留下来的遗教，他留给我们的，他说有一天啊，他准备要圆寂了，他就把他弟子找来，他就跟他们讲，道无方，性无体，生于死于其止一贯。道就是修道的道路，方就是刚刚讲方向、方位、处所。修道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跟处所，但是这个道不只是道路的修道的道路哦，这个道还指的就是菩提道、涅槃道。菩提道、涅槃道当然肯定没有方向、没有限制、没有东西南北。
所以道无方，性无体。性就是你，我们可以讲是空性，也可以讲自性，也可以讲本心、本性，三者都是合一，空假中三者合一。所以道无方，性无体。佛性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形体？当然没有。他就讲生于死于，生也是道无方，性无体。我今天快要死了，我的概念还是一样，道无方，性无体，岂止一贯。我的修行就是这个道无方性无体的这个意志，这个概念。对不起。接着他说，无归谷此山，此山就是天台的这个佛笼道场。佛笼道场，他说我今天啊即将要离开这里了，那我会葬在这里，抱尽今夕，我今天就要舍抱了，今天晚上要舍抱，要与汝辈谈道而绝。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再见。怎么说再见？谈到 say goodbye， 不是像一般人啊，我快要走了，那个我财产吼啊，你们谁拿我的哪一份，谁拿我的房子啊，你们不要吵架啊，那你们谁要照顾好谁吼啊，你们谁怎么样，讲的就是这些。他不是，他讲的是什么？谈道而绝。啊，要说再见也是讲道，生的时候也有道，要死也有道，岂止一贯。就像有点类似孔子无道一以贯之，所以他说一念无相谓之空，无法不备谓之假，不依不异谓之中。所以他这要讲的真理是什么？就是空假中的道理，三观三谛的道理。这个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过两个星期，下礼拜放假嘛，在下一个星期我们就会提到什么叫空假中。再凡为三因，三因就是三因佛性，意思就是我是凡夫，我有佛性，可是再圣，我变成圣人的时候，我的正果有始有终，是什么？三德，般若解脱跟法身德。所以因上修行是佛性，成到正果了就证得了这三德，但是三因佛性跟三德两个不相离，全部都聚在这一念心，在这一念心具足三因三德三智三观三惑三什么，全部都在里面，一即三，三即一，这以后会说。好，再来，他说热住则出后同向，涉海则浅深一流，自利利人在此而已。热住炉香乍热，那个热就是烧的意思，所以我今天烧一炷香，出后同向，我烧刚开始烧的时候也是这个热的香，这一炷热的香烧到后面也是同一炷香，都是热的。那这个同向指的就是空向，就是空性，这个是就自修自利自受用来讲。那涉海则浅深一流对不起，涉海就是好像我今天要到海里头，我们今天海，你海边是不是比较浅？你到海中央就很深，我们脚就踏不到地了哦。所以他说涉海浅深一流，这个大海边就比较浅，大海中间就比较深，那它的河流的强跟弱是不是也不同？所以浅深不同，它的河流的强弱也不同。这个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菩萨在修，就是修行度众生的时候，他要回应众生不一样的需求。菩萨遇到的困难，遇到的容易的事情，遇到的这些善法等等也不一样。所以他讲说自利利人在此而已，热住则出后同向，了解到空性的道理，这是我自利。涉海浅深一流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怎么样，动要应乎物，静就要观其本，懂意思了吗？有没有连起来了？前面讲的静以观其本，热住则出后同向，动以应乎物，就是涉海则浅深一流。我知道在什么因缘说什么法，在什么因缘知道怎么用什么方便法度众生。自利利人在此而已，这个此可以指前面的道无方性无体，这个此也可以指一念
具足空假中三谛的这一念。所以这个意指从始至终始终如一，始终都要归到这一念心，始终都要归到这一念具足十法界的心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一心具足十法界，然后再讲到始终心要从始至终，所以一堂课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结束。我们今天从七点开始，那今天延后下课，很抱歉，但是下星期我们就休息，你们可以喘一口气。啊，对，那很开心，终于要放假了哈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堂课到此就先功德圆满。那向下文常复再来日，那我们先回向。好，请合掌。四生九有同登华藏玄门，八难三途共入毗卢性海。好，祝福大众新春吉祥，如意福慧增长，然后每一天日日时时得佛护佑，身心安康，发菩提心永不退转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